刚翻译录本的时候，在自己跟老师说，老师妈妈有说明天要请假一天，知道吗？好。明天来。那今天也是我表演的，要不然明天就要真的生了。大家早安，我们要去上学喽。早安。今天我们三个人，我老婆也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产假了。对，明天，今天他就要提前去住院了，明天要生小孩了，要剖腹产了，今天就提前要请假去住院了。但还没有去医院之前，早上我老婆的心愿就是，对，我们全家一起，难得，老婆，我们好开心。我们送彤彤上学回来了，现在要准备跟我老婆去医院办住院，这边是我们的行李，但是今天还没有要生小孩，所以我还是背着很轻便的包包，等一下我还会回来。我老婆离开家，今天离开家里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不是，下一次再回来再进到这里应该就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了，不会到一个月了。月子中心三个礼拜，医院一个礼拜，四个礼拜，差不多一个月了。差不多了，可以了，撑得住。你撑得住吧。我手机差点忘了。我们就出发吧。跳，就到。跳，小孩就出来了哈。没有。试试看吗？跟手上的点滴接在一起，所以不用另外再按一针。痛的话有个按钮让你自己按，大约5到10分钟可以按一次止痛药。那你当然不用担心自己按会不会按过量，因为机器会设定一个安全剂量，它也不是无止境的让你一直使用。如果确定有需要用的话，再帮我勾药的天数底下签名，交给病房的护士就可以。好的，这先给你，谢谢。先等一下你使用。第一次剖腹产过，知道哈，这个剖腹产原则上都是半身麻醉，是，哎，因为我们半身麻醉的药剂的话，不像全身麻醉的药会做胎盘，这样的话对宝宝的呼吸影响是比较小的。好的。你要讲吗？然后我们晚一点会搬到单人房。画家做吗？不用。你画给我看吗？没有啊。辛苦一点，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？好，我带彤彤先回去写功课。好，等会儿见。路上小心啊！路上小心。我忘了写五笔一笔，所以我把它写在这边。补在后面吗？好啊。笔。三本茶五本字。笔是五笔画。好。笔的。这个都是，这没有写，忘记写了，对不对？你又补上了哈。上面的野，好，这边对啊，这个是野。妈妈在看书，爸爸也在看书，知道吗？哦，两个人在做一样的事情，就可以用野。最后很好的好事，那我不要念出来，我用拍的好吧？好，用拍的。彤彤喜欢攻什么？攻什么？彤彤喜欢打电动，也喜欢功课。很棒啊，就是喜欢学习的，学习知识的意思，对不对？
因为我以后想要。你以后想要做什么？开火箭。开火箭的，好，那要认真学习才可以啊。开火箭有很多控制器，很多按钮，对不对？而且第一个需要记忆力很好。要记住这些按钮的功能是什么？我也不想按到紧急按钮。然后还要学习记住很多怎么样修理火箭，然后一些宇宙的知识，怎么样在外面生活的知识，要功课要学习才会学会，对不对？好，明天我不用上学。对，明天这边彤彤有写，彤彤写的这一天我要请假，为我很紧张也陪产假，这是老师画的笑脸吗？对，是老师画的。这把剑怎么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把剑？圣诞礼物。谁给你的？弟弟。爸爸哈。为什么是爸爸？因为爸爸买的，弟弟又没钱。弟弟告诉妈妈。然后。妈妈。妈妈告诉爸爸。对。妈妈去买的，弟弟告诉妈妈，妈妈去买的，所以不是你哦，不是我买的，我没有，我跟你都在一起，我什么时候去买的，对不对？我每天都跟你在一起。你上学的时候，我在家里做事情啊。你用定的。就这样拿过来，从这里，从这里，从这里，哎，你不要那个，你直接从下面钻，对不对？我要从那个路口走。怎么跟好我？啊，牵手，我这样子一拿袋子就可以牵手，你们一起拿的意思。我们出门前呢，把扫地机器人萝卜放出来扫了，然后带彤彤做完功课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拿着我们的陪产包、待产包，还有我们刚刚买了便当。对，我们帮妈妈送便当来，全家在这边一起吃晚餐。我们还没吃晚餐，所以一起吃。对，可以一起吃。一件好事就是妈妈喜欢的鸡丁还有我们买到了，医院就在前面了。医院好像要去产检了。平常来这边都是我们一家三口，对不对？今天只有我们两个，有一点寂寞的感觉吗？而且我们没有晚上来过医院耶。晚哎，它亮灯耶。对啊，晚上来感觉特别寂寞耶。晚上的医院打灯也蛮漂亮的，我拍一下那个招牌，这是彤彤，这是晚上医院的招牌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因为外表很小，可是在里面好大。你先带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我们来了，有买到顶金的鸡丁饭。鸡丁啊，鸡丁一份跟排骨一份。对。我们上汤你的陪审包子。我宝贝。功课写完了。啊，外套可以挂那个里面。还好吗？还好。刚刚那个医生有来。这该怎么讲？动手术前的最后一餐。接下来开刀完之后，明天一整天应该都不会吃东西，要等到后天的早上。十二点以后连水都不能喝。对，所以吃饱一点，吃饱一点。哦、嗯，等一下最可以的话，再吃一点宵夜。麻烦你喝到我吃到饱啊！真的想吃什么酱？还想不喝珍珠奶茶？还想不吃根大饼？想爸爸他们。我想要东东晚上就出来。生产前一天在医院待产，今天做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做什么，但一天就过了。就是做很多的检查，然后对带好来加豆浆给我。
穿好鞋子，你穿好鞋子。你后面的小后跟没有？我跟妈妈亲一下，我们是真的要走了，所以帮妈妈把拖鞋穿好。明天见，你睡吧，你不要看太晚哦。你怎么你会开吗？对，用力一点。跟爸爸拜拜喽。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明天见，明天去接东东跟妈妈。明天见。晚安。拜拜。爸爸在那里工作，在那里编辑影片，你在这里睡觉好不好？你这个功能好好哦。对啊。你有这个功能好好哦。你有上面可以翻转荧幕好好哦。对啊，那晚上睡觉了。还可以看到自己。那你要亲我一下吗？晚安。快睡吧。眼睛轻轻闭。小脑子乱动。快就会睡着了。I'm not in my mind, but here is the noise.